生活并不是一次战斗就能决定整个战局。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，再勇敢的人曾经也都有过屈服。在深夜，那被黑色挡住的身体里，住着怎样孤单的灵魂呢？与您分享简征的文章，美丽的简。让世界拥有它的脚步，让我保有我的茧。当溃烂已极的心灵再不想做一丝一毫的思索时，就让我静静地回到我的茧内，以回忆为睡榻，以悲哀为腹背。这是我唯一的美丽。曾经每一度春光惊讶着我炽热的心肠，怎么回事啊，它们开得多美。我没有忘记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悦。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长的韵律交给我再生的秘密，像花朵对于季节的忠实，我听到杜鹃颤巍巍的倾诉。每一个春天之后，我更忠实于我所深爱的。如今，仿佛春已缺席，突然想起，只是一阵冷寒在心里，三月春风似剪刀啊。有时，把自己交给街道，交给电影院的椅子。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电影院，随便坐着，有人来赶，换了一张椅子，又有人来要，最后乖乖掏出票看个仔细，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，这才是自己的。被注定了的永远便是注定。突然了悟，一切要强都是突然，自己的空间早已被安排好了，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计要往那个空间推去，不管愿不愿意。乖乖随着安排，回到那个空间，告别缤纷的世界，告别我所深爱的，回到那个一度逃脱，以为再也不会回去的角落。当铁栅的声音落下，我晓得我再也出不去。我含笑地躺下，摊着偷回来的记忆，一一检点。也许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，也许含宿命的直觉到终要被遣回，当我进入那片缤纷的世界，便急着要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尝遍，很认真，也很死心塌地，一一一山都还有笑声，还有芳心。我是要仔细收藏的，毕竟得来不易。在最贴心的衣袋里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，我仍要每天换几次，感觉那一丝温暖。他们全曾真心真意带着我，如今在这方黑暗的角落，怀抱着他们入睡，已是我唯一能做的报答。够了，我含笑地躺着。
这些已够我做一个美丽的茧。每天总有一些声音在拉扯我，拉我离开心域，再去找一个新的世界，一切重新再来。他们比我珍惜我，他们千方百计要找那把锁结我的手铐脚镣。那把锁早已被我遗失。我甘愿自裁，也甘愿遗失。对一个疲惫的人，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话都像一个个彩色的泡沫，对一个薄弱的生命，又怎能命他去铸坚强的字句？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，那么就由他的性子吧。这是慷慨。强迫一只蛹去破茧，让它落在蜘蛛的网里，是否就是仁慈？所有的鸟儿都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。有时很傻地暗示自己去走同样的路，买一模一样的花，听熟悉的声音，遥望那窗，想象小小的灯还亮着，一山装扮自己，以为这样便可以回到那一逝去的世界，至少闭上眼睛，感觉自己真的在缤纷之中。如果有醒不了的梦，我一定去做；如果有走不完的路，我一定去走；如果有变不了的爱，我一定去求；如果什么都没有，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。这20年的美好都是善意的谎言，我带着最美丽的那一部分一起化作春泥。可是连死也不是卑微的人所能大胆妄求的。时间像一个无聊的手谕者，不停地对我玩着黑白牌理。空间像一座大石磨，慢慢地磨，非得把人身上的血脂压榨竭尽，连最后一滴血水也滴下时，才肯利落地扔掉。世界能亘古地拥有不乱的步伐，自然有一套残忍的守则与过滤的方式。生活是一个刽子手，刀刃上没有明天。面对林木的黄昏，想着过去，一张张可爱的脸孔，一朵朵笑声，一分一秒年华，一些黎明，一些黑夜，一次无限温柔生的奥妙，一次无限狠毒死的要挟。被深爱过，也深爱过，认真的哭过，也认真的求生，认真的在爱。如今呢，人生一遭，不是要来学认真的恨，而是要来领受我所应得的一份爱。在我活着的第20个年头，我领受了这份赠礼。我多么兴奋地去解开漂亮的结，祈祷着美丽与高贵的礼物。当一对碰碎了的晶莹琉璃在我颤抖的手中，我能怎样？认真地流泪，然后呢？然后怎样？回到黑暗的空间，然后又怎样？认真的满足。当铁栅的声音落下，我知道，我再也无法出去。趁生命最后的余光，再仔仔细细检视一点一滴，把鲜明生动的日子装进，
把熟悉的面孔、熟悉的一言一语装进，把生活的扉页、撕下那页最重最珍爱的也一并装入，自己要一遍又一遍地再读，把自己也最后装入，苦心在20岁收拾一切灿烂的结束，把微笑还给昨天，把孤单还给自己，让懂的人懂，让不懂的人不懂，让世界是世界，我甘心是我的茧。即使到了我们觉得连与这个世界告别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内心也都从来没有屈服过。很多人伤心落泪，只是把自己接成了一个茧，安守冷落，静待破茧成蝶的时刻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主播音频。我是超宇，明天见。Amen.
觉。